这是南天宫庙里面。这里面的阴神都搬到外面去了，这些本来是在宫庙里的，为了千秋宝诞都放到外面给大家敬拜。这里还有美食摊，应有尽有。
会不会一起下台啊？不是问我们的第三个人，是杨九在哪里？我们杨九拿过来一下，杨九拿过来一下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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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哈哈哈。